台南本善寺的佛像特殊造型吸引大众目光。我们来到台南的本善寺，到大殿参拜时，抬头看见佛像的发型很特别，与我们在其他庙宇见到的不同。佛像是一种象征，塑像由人设计，各地所造的佛像形象也有各不同，不同的时代所造的佛像也都各具特色。那个塔模型是根据古改善印度，算作是属于萨地利族，萨地利啊。萨地利族就是锡克族，的祖先的头模型来雕塑的。啊，咱一般的信仰就是有迄个讲鸟仔兽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迄一般的人讲法就是印度比较一般的老百姓的改造，哦，所以呢。咱台湾有两种的雕刻法，一种这就是萨地利族，哦，是咱大殿这尊。佛像的形状是靠经书的描述和艺术家的造诣和文化背景而构成的。每个国家和每个年代都会有不同的塑像。进到寺院道场时，我们可以仔细看看不同的佛像，他们也诉说着不同的故事。十方新闻归文许坚毅台南采访报道。